不好了不好了，监测到有笨蛋星人混进了教室里。啊，笨蛋星人，老师你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呀。我有办法了，笨蛋星人看到这个魔法宝石，眼睛就会发出红色的光。贝尔眼睛正常，熊妹眼睛正常，奥妹眼睛正常，白雪眼睛也正常。奇怪，怎么大家都没有反应？白雪，快说，你是不是笨蛋星人？只要你戴着眼镜。不是我，我这是近视，妈妈给我配的眼镜。白雪非常可疑，白雪，你先出去。弟弟，弟弟，检测到教室里有笨蛋星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笨蛋星人不是白雪吗？那我们只能用第二种办法了。笨蛋星人最喜欢的食物就是臭豆腐和螺蛳粉了，他们闻到了一定会控制不住自己的。奇怪，怎么闻着臭豆腐好香啊，好想尝一口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哎呀，真是这么大心，好臭啊，老师你快把它拿走。看来奥妹不是笨蛋星人。好臭啊，我一点都不喜欢臭的东西，老师你快把它们拿走吧。看来也不是熊妹。好饿呀，喵喵喵，太好吃了。哎呀，你竟然吃了螺蛳粉和臭豆腐，你一定是笨蛋星人。老师我不是笨蛋星人，我只是感冒了，闻不到味道。贝尔，只能你先离开了。那好吧。弟弟，弟弟，检测到教室里有笨蛋星人。糟糕，不会笨蛋星人真的是我吧？啊，白雪和贝尔姐姐都离开了，怎么还有笨蛋星人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谁是笨蛋星人吗？知道的话就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吧。我知道你们之间的笨蛋星人是谁。精灵先生，笨蛋星人是谁呀？糟糕了，笨蛋星人就是你们的老师。啊，我们的老师。为什么会是我？我明明什么也没有做啊。是这样的。不要答应我做，我不要做笨蛋星人，这样大家都会讨厌我的。你说什么都没用了，不会有人来帮你的。怎么办啊？老师你快帮帮我，我不想做笨蛋星人。不要怕白雪，笨蛋星人你快放下白雪。不可能，他可是我选中的新的笨蛋星人。那这样好了，你放开白雪，我来跟你交换，我愿意变成笨蛋星人。那好吧。老师不要，你不能带走老师。笨蛋魔法记忆消除。事情就是这样，笨蛋星人把老师变成了笨蛋星人，并且还消除了大家的记忆。原来是这样，精灵仙子你可以帮帮我们的老师吗？我们不想他变成笨蛋星人。对啊，精灵仙子你可以帮帮我们吗？我可以帮助你们的老师恢复，但是需要小朋友们都同意才可以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同意精灵仙子把我们的老师恢复原样吗？同意的话就长按大拇指发送111来告诉精灵仙子吧。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哦。把你们的游泳圈都拿下来，我要检查肚子。老师，我也想检查我们的肚子。我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肚子里有没有藏东西。啊，那好吧。第一个，大宝来。老师，我拿下来了。上天保佑，上天保佑，让我顺利通过吧。好啊，你大宝，我看到了，把你藏的东西都拿出来吧。知道了，薯片、汉堡、炸鸡、可乐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就这些。我怕自己饿，所以就带了一点吃的。一点，大宝哥哥，你这可不是一点啊！学校明令禁止不让带零食。这些零食我没收了，算我倒霉。下一个，熊妹，熊妹，把你的游泳圈拿下来。我不想拿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藏东西。熊妹，往哪里跑？熊妹，我来帮你拿掉吧。不行啊！你和黑暗魔王的合照。贝尔姐姐你太过分了。熊妹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你什么都没藏吗？你为什么会把你和黑暗魔王的合照藏起来？因为这是我最珍贵的一张照片，我把它丢了。最珍贵？是呀，这是我和黑暗魔王叔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照的，那时候我才刚来童话王国。怎么办，我找不到去我和妈妈家的路了。好累又好饿，终于有人来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我找不到去往王后妈妈家的路了。我怎么可能帮你？我可忙着呢。谁能帮帮我了？我来帮你。你怎么了？我要去找王后妈妈。我知道王后妈妈住在哪里啊，我带你去。谢谢你。又是这样，只有黑暗魔王愿意帮我，所以我就拉着黑暗魔王照了几张照片。黑暗魔王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同学。好，熊妹你可以带着他。谢谢老师。贝尔你的呢？我什么都没藏。老师，我想带着这个游泳圈进教室，这是我新买的。新买的也不行，快拿下来给我。好吧。贝尔，好啊，你藏听话，没收。怎
我塞的，老师这不怪我。好吧，等我打电话给你妈妈核实核实，你先进去吧。好嘞。老师你看，我什么都没藏。嗯，不错，白雪真棒。可是白雪，你怎么还戴个帽子来呀？把你的帽子也摘掉。白雪，你竟然把零食藏在帽子里，真是越来越调皮了。零食没收，进去上课吧。知道了，点赞关注我，我们下次。退货退货，精灵仙子我要退货，我不要这个爸爸了。精灵仙子我也要退货，这就是个零分不合格爸爸啊。白雪，你也是来退货的吗？不是的，精灵仙子，我是来感谢你的。什么？大耳姐姐熊妹，你们为什么要退货呀？是这样的，精灵仙子，我想要这个大英雄爸爸。没问题，贝尔，英雄爸爸需要1000个童话币。好贵呀、啊！我还是选英雄爸爸吧，英雄爸爸肯定很厉害。给你，英雄爸爸，我们快回家吧。好的，乖女儿。英雄爸爸，你都会什么？变。哇塞，英雄爸爸你也太厉害了，我们竟然到月球上来了。呵呵，我还有很多超能力呢，放大。老大，等会我可着火了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到。爸爸，你怎么把我留在月球上自己走了？这个怎么办啊？完了，我不会要在月球上待一辈子吧，这个英雄爸爸也太不靠谱了。就是这样，我不要这个英雄爸爸了，一点都不好。精灵仙子，我要退货。对不起啊，贝尔，我是太着急了，就把你忘了。熊妹，那你为什么要退货呢？是这样的，精灵仙子，精灵仙子，我要一个打游戏很厉害的爸爸，这样就能和我一起打游戏了。没问题，熊妹，游戏王爸爸需要300个童话币。给你，游戏王爸爸，我们可以一起回家打游戏吧。好的，熊妹。我开始游戏王爸爸，你也太厉害了，竟然连赢了5局。嘿嘿，这不是小意思吗？我可是游戏王。游戏王爸爸，我饿了。熊妹，我也很饿。熊妹，你快去给我做饭吧。什么？不是应该你给我做饭的吗？可是我不会呀，我只会打游戏。哼，我要退货，你这个爸爸一点都不好。就是这样，这个爸爸只会打游戏，别的什么也不会。我好饿呀，我要退货。那好吧。白雪，你的爸爸就是普通爸爸，普通爸爸有什么好的？啊，不是这样的，贝尔姐姐，我的普通爸爸很好的，不信你们看。白雪，快来吃饭吧，爸爸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菜。哇，爸爸，这么多的菜，你真厉害。我就只是一个普通爸爸。爸爸，我的头好痛呀。哎呀，白雪，你发烧了，你快去躺着吧，爸爸去给你拿药。爸爸，你对我太好了。哎呀，作业好难呀，5+3乘以2等于几呀？白雪，爸爸来教你，应该先乘除后加减。我的普通爸爸也对我很好的，虽然他不是大英雄，也不会打游戏，但是他给我做饭照顾我，辅导我写作业，我爱我的爸爸。白雪，你的爸爸真好。对呀，我也想要一个普通爸爸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谁的爸爸最好呢？对了，今天是父亲节，在这里祝所有小朋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。爸爸，你们辛苦了，我们都给你打100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也快给自己的爸爸打多多的100分吧。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就长按大拇指点赞关注吧。转转转停，是水晶超能力呀，我喜欢。我来，转转转停，是木星超能力，我从小在森林里长大，适合我。我也要转转转。怎么是土星超能力啊？不行，这次不算，我要再来一次。不可以，赚到什么就是什么，不能拒绝。好吧，嘿嘿，我也来，转转转，停！哇塞，竟然是火星超能力，好厉害的样子！贝尔把我最想要的超能力拿走了，我想要火星超能力嘛！哼，超能转盘，赚到什么就是什么，火星超能力是我赚到的，那就是我的。大宝，你就别伤心了，说不定你的超能力是最厉害的呢。第二轮，请为自己赚取武器。这一轮我先来，转转转，停！哇塞，竟然是无敌激光宝剑，好厉害呀，我喜欢。接下来到我了，转转转，停！呵呵，是个防御盾牌呀，看上去很安全的。好吧，我来转，转转转，停！啊，是个冰火剑呀，跟我的水晶超能力很般配。该我了，火
尖枪，火尖枪，柔中的火尖枪吧！转转转，停！啊，怎么是把小木剑呢？一点用都没有，我不要！哼，不可以哦，自己赚到的武器必须自己带走。啊，哈哈，威尔，让你上一轮那么嘚瑟，这一轮你的运气也不好嘛。第三轮，请为自己赚取飞行器。啊，还有飞行器，我来，我来！转转转，停！这是个大铲吧？它怎么会飞嘛？飞行器都会飞行。嘿，那就行。我来，转转转，停！哦，我是个飞行大脚啊，真的不帅气。该我来，转转转，停！哇塞，谁的飞行翅膀好美呀！哎呀，白雪，快让开，该我了。转转转，停！哎，是哆啦 A 梦的竹蜻蜓。哇塞，我从小就想要，今天终于实现了。最后一轮，请为自己赚取对手。什么？对手还要我们自己赚？没错，赚到谁给谁打，不能逃避。好吧，那就让我先来吧，给我来个普通怪兽吧，我真的害怕。转转转，停！啥？我没看错吧？竟然是霸王龙，他也不怕火呀！我的火气超能力对他没用的，这可怎么办？天哪，对呀，姐姐太难了，我来转吧。转转转，停！啊，还好是牛角怪。好羡慕你啊，白雪。没事的，白雪姐姐，等我打败了牛角怪，我就去帮你。我来吧，我谁都不怕，谁最厉害我就对谁。转转转，停！哈哈，哥斯拉大怪兽啊，等的就是你。啊，该我了，转转转，停！啊，怎么是黑暗魔王啊？这他也太没成就感了吧！好了，孩子们，你们要出发打怪兽，祝你们成功，快出发吧！快出发，我们过来吧！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他们四个谁能打败怪兽呢？认为白雪可以的，发送一一；认为贝尔可以的，发送二二二；认为熊妹可以的，发送三三三；认为大宝可以的，发送四四四。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找呀找呀找妈妈，快看，这里有一个爱心妈妈，我的妈妈，这是我妈妈。我们头上有小爱心，她头上也有小爱心，她就是我们的妈妈。我头上是小绿星，我妈妈头上也是小绿星，所以她是我妈妈。是啊，孩子们，你们要找的妈妈头上的爱心要和你们头上的爱心是一个颜色才行。原来是根据爱心颜色找妈妈，那我要找的妈妈就是彩色爱心妈妈，我要找的就是红色爱心妈妈。那我应该找什么颜色的爱心妈妈？我不知道我头上的爱心是什么颜色。嗯，原来是蓝色爱心呀！谢谢小朋友们，那我就找蓝色爱心的妈妈。孩子们，妈妈来了！怎么有两个妈妈？而且他们头上都是红色爱心。贝尔，我是你妈妈。你胡说，我才是。嘿嘿，没错，王后才是贝尔的妈妈。其实我的是小黑心，只是我用魔法把小黑心变成了小红心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他们谁才是我的妈妈吗？快告诉我吧！哼，黑暗魔王，小朋友们都告诉我了，王后才是我妈妈。可恶的小孩，坏我好事！耶，我找到妈妈了。贝尔已经找到妈妈了，那我们的妈妈在哪儿啊？孩子们，别找了，要跟我回去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啊。真的吗？耶，我也找到妈妈了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孩子们，快跟妈妈回家吧。蛋宝，不要跟艾莎走啊！艾莎头上的爱心颜色跟我们不一样，她不是我们的妈妈。一样的，我头上的是蓝色，艾莎妈妈的也是蓝色。哎呀，蛋宝，你好好看看，艾莎头上的明明是紫色。那我不跟你走了。哼，我头上的紫色可是万能颜色。所以你们就是我的孩子，快跟我回家。艾莎，你又来捣乱。糟了，小女巫来了，我跑。妈妈跑了。小女巫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艾莎不是你们的妈妈，因为我在来的路上遇见你们的妈妈了。孩子们，妈妈来了。不是，你是我们谁的妈妈？她是你们两个人的妈妈。不可能吧，她头上的是蓝星，和大宝的一样，我是彩色爱心，所以她是大宝的妈妈，不是我妈妈。白雪，你和大宝都是我的孩子，你头上的彩色爱心本来也是蓝色的，但因为你总是帮助别人，扶老奶奶过马路，帮贝尔补习，所以精灵仙子为了奖励你，才把你的蓝色爱心变成了彩色爱心。哇塞，白雪也太酷了。是的，小伙伴们，你们也要像白雪一样多多帮助别人哦。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，就点赞关注我们。